孩子们到底有没有真的接收到这讯息，他到底为什么要做回收，孩子们可能不知道，他只知道这是规定，我应该要这么做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把它这样的概念变成游戏，让孩子在游戏的过程中呢，默默的会知道说，哎，原来这些回收物可以变成什么？哎，为什么政府要推动这一些五大目标？那这些五大目标又可以做到些什么事情？所以这是我们把这样核心概念设计进桌游的最大最大的宗旨，希望让孩子在游戏的过程中可以理解到要做这些的推广。嗯，那这个是这个设计理念。